大千岁来了哈！我的喵啥小啦！有摆这个桌子出来的香都不能断。对啊，就是都要拿那种比较粗，就是比较粗那个可以烧很久，24小时的，然后就可以一直要没了，然后就再拜一下。嘿嘿，太牛逼了！越玩越多了。哦，腰好酸哦。越玩越来越好玩，因为要入庙了。可是
因为入庙才会有人那个压起来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才会有人上那个、啊。刚像我们刚前面看到都有两三个，都有那个鸡桶。我明天要来摆一摊，等一下我半夜先去采，自己去山上采那个槟榔，明天来摆一摊，很卖呢，然后卖沙司，刚刚一堆人在买沙司，然后再卖结冰水。我觉得可以等开赛这边看，因为它就是在这边，他还要走进来。每天都要，对啊，这样不就累死了？扛轿的人，钱很厉害。啊，扛这个有钱吗？应该有吧？没有吧？就是为神明服务。怎么可能？真的会有人为神明服务这样子？不要乱讲。不是，他，你看他这样一天没睡几个小时，啊，他们早上几点开始？七点。这就是。啊，很早就开始。我懂，我怎么会不懂？我什么都懂。冰，安心冰啦。这样多人。啊，大家在这里看，不用人挤了。你刚说那个有七个人在注意在这里，他们才走到这里。他们从安泰溥仪那边走来这里走那么久，很远，走了三个小时，先过去啊。现在是回家环节吗？对啊，十点多了呢，明天还要打疫苗，不能太晚睡。不要上去。不要上去。对啊，好，拜拜。